来呀、啊，咱就五夜花唱歌，五又是又咱的石碗煮欢喜的声，咱就到伊的面前感谢伊，用诗歌五伊煮欢喜的声，因为耶和华是上大的上帝，是大的王，也最隆重的上帝。弟兄，咱作为今日来纪念新的概念，坚固咱的信仰。新的概念安尼讲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家是大的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三心像好，你要爱心情亲像家己。你们要来是端路啊，甲先你的总分头。我新的概念有咩？就是你们着三件，亲像我捌听你，你嘛着安尼三件，你嘛三件，即嘛要你安尼三，另外先。咱又来看今日，咱做来几个？上座，宇宙完美的上帝，也是慈悲疼痛满满的上帝。你经商馆，你印刷馆，你修书馆，你油漆馆，还伫过去的日子，还伫着平安顺遂。若是有拄到黑淡灯的，你也用你的听，用你的话来安慰阮，阮得到搁较平安平静来等待你的指引。若是阮有做毋到代志的，祝你有缘赦免阮，还有迄个心来悔改，搁较领受你伫阮心内要做的，祝阮来感谢你。大大的祝福，今日我哥来到你面前，你无拒绝我，你也无放弃我，我脚步就照着你的步调来到殿堂，来作为三甲主祭，伫只礼拜唱歌给你，祝这是好顶的福气，祝我伫只领受新的改变。新的教示来行头前的路，但是我也知在过去这段日子，我所拄到的，我进入教会礼拜教会，从有的牧师进前退休，但是留落来因教会的这些冲突甲问题，就我相信你会听。会予因牧师甲会众中间拢会使搁较接纳，搁较赦免。予伫摆阮个姊妹教会为着福音个缘故，搁较兴旺。就也知过去阮敬听个听经节，因也收到对你来个福分，伊就安尼来。对你的脚步来跑走，虽然身体衰烂，这些病痛伫身躯底，但是我来看到伊坚强的信心，对着你，伊就放下一切，就要来跟对你。伊即马煞了世间的劳苦，得到五万里天顶的时，我实在。为伊感觉足安慰，我若伫只学习的时，伊未来老济济，要进行的相礼，我若爱搁较贴心来帮衬。我看到济济家己姊妹身躯袂痛，有诶倒伫床呢，伫病院，伫厝呢，伫疗养呢，就我若将因交托伫。伊手中，特别是闽南的柯老师，个人的爸爸，伫今日的当站的五五人中间，伊一项名细啊，伫白卡顶面
我知热心是欢喜的，不是开目睭来看周围的姿势，底下得到好的安慰甲引导，那牧师的洗礼，让伊不堪毋茫伫未来天国路伊有份，也显示也得到福分。我安尼毋茫也亲像来就你祝福伫其他台湾的长辈，也是年老，也是辛苦拼起来，也得到安慰。我知阮过去即一两个月，阮的团体伫改选伊个新的会长，也是领导者。主，若是你个副竞选，因我都来担当，就是你个副竞选啊，即个阮的团体拢得到好个引导，选到适合你所用。领着职业者甲伊个会长，祝我们感谢你。伫未来的一年，祝你也引出一新的团队、新的干部，会使搁较努力、搁较用心打拼，去未来要做的时间。祝啊，阮实在是理事。一个困求，一个祈祷，阮都刻意，阮逐日甲你沟通中间，主求你引带，求你带领，阮所无困求到的，无想到的，主阮知，你一定知影阮的需要，你也保守阮这一切，阮即时在开会，主求你引带。特别是今日是广播社文字的主席啊，洪老师抓着啊聚珍堂重唱团来到阮家来，伫遮来分享来报告，祝阮在这文字的工作实在非常重要。八五年以来，伫台湾所发挥的那足济特异。特别是伊在做唔免钱的工作，这唔免钱的工作是印出来物件拢唔免钱，但是这过后，我知是足济辛苦、劳苦，都毋通大家的支持来奉献。祝万祝福伊，一定啊，在阮的礼拜，伫遮所讲所唱的，万拢会使领受。以上，我呢恳求祈祷。那是奉主耶稣的名求的，阿门。真有福气，因你的血脉是真好。
经经过大所山谷，拢变作泉源。树木大道，永恒好。因路行哪有啦？拢变作山谷中的水。山谷的通水小路啊，求你听我的祈祷。那我上帝啊，求你听我的祈祷。保护我的上帝啊，求你眷顾。求你祝福，祝福世界的荣光。在你的殿宴点一支，我连靠在我上帝的厝过门。第三，因为主所赐的是好是平安，伊予咱恩惠甲光荣。这些南部的风水神父啊，尽靠你的人真福气，尽靠你的人真福气。这是咱做伙来读一段圣经，今日圣经在是伫马太福音第十九章29-30节。咱着圣经，也是会使看咱的题目，咱做伙来听来听。29章，你若为着我的名放杀村子，还是兄弟姊妹、老爸、老母、兄弟，还是田园，来得着百倍来承受永远。30节，总是大善的罪多，来做误会。路过的在做百姓，这是咱做伙来念今的经文，今的经文不简单，咱先来念第一页，咱做伙来，总是大善的